这里是1928年，郑州，大军阀冯玉祥的司令部。在这里，41岁的蒋介石与46岁的冯玉祥互画蓝谱，结拜为生死兄弟，承诺从此患难与共。冯玉祥信奉基督教，两个人举行结拜仪式的司令部其实是一座基督教堂改造的，在一座西式的教堂里面举行着传统的结拜仪式，本身这个场面就有点滑稽可笑。结拜完之后，两个人要合影留念。两个人为了谁站在左边的问题谦让了很久。冯玉祥认为蒋介石是国民党军队的总司令，应该居左，而蒋介石认为冯玉祥年长为兄，应该居左。最后二人决定分别居左照两张，这样能够表明二人是既讲公义又讲私情。在香烟袅袅中，两个人恭敬的磕头，相互的敬酒，交换蓝谱。从此蒋介石管冯玉祥叫焕章大哥，冯玉祥管蒋介石叫中正帝。但两个人从1928年拜了把子，到1948年彻底决裂，成了冤家对头。20年的恩怨纠葛也就从此时开始了。日后，兄弟俩的你死我活，以及截然不同的命运，仿佛都写在了当初那张已经泛黄的结拜蓝谱上。两个人交换蓝谱的时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一身戎装，脚上是一双黑皮鞋，披着几乎拖地的长披风，显得威风凛凛。而有布衣将军之称的冯玉祥，身高马大，一身的灰布军装，罩衣里面是棉袄棉裤，身体显得十分的臃肿。两个人的穿着打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人结拜的时候交换的蓝谱，虽然只是短短的几行字，其中却能看出两个人从一开始对于结拜的态度就不太一样。蒋介石给大哥冯玉祥的帖子上写着：安危共仗，甘苦同当，海枯石烂，死生不渝。蒋介石写的话空空阔阔，不着边际，没有什么实际内容。但冯玉祥的就不一样了，他回赠给蒋介石的是结盟真意，世卫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冯玉祥的蓝谱中非常明确地提到，两个人结拜的根本原因是为了共同实现三民主义。若干年之后，冯玉祥回忆起结拜蓝谱时，他解释说：我是说明了的，你若真正为实现三民主义，我们就在一起干，你若不是，我是不能同你在一起的。当时的冯玉祥可能不知道，蒋介石这一生都不知道自己拜过多少个兄弟。有人估算蒋介石有61位把兄弟。1926年在北伐前夕结拜的有李宗仁，1929年东北易帜后结拜的有张学良等。直到20年后，冯玉祥也许才真正明白，他与蒋介石最终走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恐怕不仅仅是为了一个政治理想这么简单吧。然而蒋介石为什么要跟冯玉祥结拜呢？答案很简单，为了政治利益。在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蒋介石就说明了。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徐州的一个车站，这时蒋介石正在北伐，
一边要对付张作霖，一边又要提防汪精卫。蒋介石自知兵力薄弱，而冯玉祥和他的西北国民军早就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蒋介石为了拉拢冯玉祥，主动约冯玉祥，希望能在徐州见上一面。到了徐州，蒋介石一早就率领部下乘车20公里到车站迎接冯玉祥的到来。列车刚停，部下们就一拥上前围住了冯玉祥。冯玉祥走下车来，同他们一一握手，再同蒋介石互相拥抱。两个人刚见面就像老朋友一样。蒋介石笑容满面的恭维说，国民军纪律的严明和战斗力的坚强，我们久所熟闻，冯总司令的治军用兵有所钦佩。在冯玉祥日后的书中记录了他对蒋介石第一印象，看着他穿一套黄军服，大檐军帽，40岁左右，5尺多高，很瘦的身体，两个眼睛凹进去，说起话来先笑。冯玉祥对蒋介石的专程迎接十分的满意，他感到蒋介石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地位甚高，还能够如此的谦下，如此的周到，实在难得。几番谈话之后，冯玉祥对眼前的这个瘦高军官印象很好。后来他回忆说，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会晤，见其风采及言语态度，无不使我敬慕，大有相见恨晚之情。1927年春，冯玉祥是决定中国政局的关键人物，是继吴佩孚、蒋介石之后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的第三位中国人。个头魁梧，古铜色皮肤，很和蔼，圣经拿在手上或者放在口袋里的虔诚的基督徒，神枪手，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军队，19万5千人的主人。冯玉祥骁勇善战，治兵有方，又统辖豫陕甘等重要地盘，是当时不仅仅是蒋介石，也是汪精卫和张作霖希望拉拢的对象。蒋介石为了进一步把冯玉祥拉拢到自己这边，又使了一计，他马上送上了50万两的军饷，还允诺冯玉祥如果愿意帮助他北伐，那么他愿意提供每个月250万两的军饷物资。他以关切的语气表示，国民军需要什么，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请随时来找我。冯玉祥听了这些话，自然是喜滋滋热乎乎的。正赶上冯玉祥统辖的西北军队一直很穷苦，蒋介石这一雪中送炭的行为大大拉近了两个人的关系。其实冯玉祥心里也有自己的盘算，在军阀混战时期，他一直想投靠某一方面力量以自保。冯玉祥曾经跟随袁世凯，后又跟随孙中山，后又投降段祺瑞、曹锟等，而蒋介石的出现让陷入孤立的冯玉祥又有了新的计划。这看似是一份双赢的结拜，确实在一开始救了这两个都处在水深火热的兄弟。北伐战争可不是一场好打的仗，冯玉祥一路屈军极进，在山东境内遭遇了直系汉将孙传芳的部队，经历好一番苦战。北伐期间，蒋介石为了使冯玉祥更加卖力，曾向冯玉祥许下诺言，如果攻克平津，将来就把北平、天津、河北分配到冯玉祥名下，这让一直驻扎在贫苦的西北，一直苦于没有好地盘的冯玉祥非常高兴。冯玉祥为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几乎是拼了命了，他的军队在河北打退奉军付出的代价也是最大的。可是人高马大、外表憨厚的冯玉祥似乎太傻太天真了，
蒋介石真的会把这块肥缺拱手让给他吗？北伐结束之前，蒋介石带着宋美龄到郑州去会见冯玉祥，他想摸清楚冯玉祥的思想活动，看看他的胃口到底有多大，以便更好地分配平津和华北地区的地盘，实现统一。会谈结束之后，冯玉祥特意准备了饭菜来招待蒋介石和宋美龄。吃饭的时候，大家坐定，一看，每个人的面前摆了一碗小米稀粥，桌子的正中放了一盆大白馒头，还有一盆热气腾腾的猪肉熬白菜。看着眼前的饭菜，宋美龄愣住了。她堂堂的宋家大小姐，从小过的西式生活，遍尝中外美食，她哪里见过如此的粗糠烂菜啊？看着锅里那一片片厚厚的肥肉，还有那一层的油，宋美龄当时感觉有点反胃。蒋介石也愣住了，这是他第一次带着夫人来拜访盟兄，没想到却受到这种待遇。不过世故而老道的蒋介石马上就冷静了下来，他明白此时冯玉祥非常的重要，北伐的成功少不了他，无论如何自己也得把这表面的文章做足。蒋介石看着一旁神情不安的宋美龄，他指着这盆菜说：哎呀，承蒙焕章兄一片盛情，特意做了北方风味菜，你没有吃过，要入乡随俗，这样才能多长见识。聪明的宋美龄一点就透，她故作欢颜地说道：来，为了祝贺冯总司令北伐成功，我要带头多吃几口猪肉熬白菜。蒋介石心知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一向过得十分艰苦，当场再次许诺，等北伐一胜利，就把平津、河北地区分配给盟兄。冯玉祥都记在心里，他觉得以自己和蒋介石的关系，自己不用多说什么，蒋介石一定不会亏待他。于是说，北伐胜利之后的善后事宜，一切听命于兄弟的。过分乐观自信的冯玉祥不知道，蒋介石的心里却打着别的算盘呢。看上平津地盘的可不止冯玉祥一个人，还有一个阎锡山。蒋介石在郑州吃完了冯玉祥的猪肉熬白菜，接着马上就去石家庄见了阎锡山。蒋介石来到石家庄，阎锡山给他预备的是一桌宴翅席，所有跟着他来的人也都是同样的待遇，菜色豪华，大肆铺张。而且阎锡山对于蒋介石一行人那是毕恭毕敬。冯玉祥后来也听说了宴翅席的事儿，属下偷偷地告诉他说，蒋介石觉得您给他预备的饭太普通了，太瞧不起他了。冯玉祥听后觉得这话太可笑了，总不能官兵们和老百姓还没吃上顿饱饭呢，却给那些高官预备什么宴翅席吧。但阎锡山这宴翅席也不是白准备的，阎锡山一直对于蒋介石把整个平津地区都允诺交给冯玉祥而耿耿于怀，在石家庄瞅准了个机会，阎锡山就对蒋介石说：钟正兄，你翻开历史看一看，哪一个没有吃过他冯玉祥的亏？阎锡山又对蒋介石说：钟正兄，难道不知道那冯玉祥的倒戈史吗？这无疑是又给冯玉祥补了一刀，
原来冯玉祥是北洋军阀当中唯一一个没有派系的军阀，他经常游走于各个派系中，有人甚至戏称他是历史上的倒戈将军。阎锡山的这番话就如同是最后一颗稻草，他正好触动了蒋介石的心事。蒋介石想到冯玉祥一直对自己的地盘不够富庶，尤其是没有港口城市，而常常抱怨，这样把平津河北交到冯玉祥的手上，让他在获得外国的武器装备支援上太过便利，是不是养虎为患呢？越想他越发觉冯玉祥是个危险，不可靠。眼见北伐胜利已成定局，借助冯的力量对付奉军的必要性已不存在了，尤其是他要统治全国，冯玉祥的势力发展如此之快，将来恐怕难以控制。最终北伐一胜利，蒋介石果然秘密把平津河北的地盘都给了阎锡山，但又怕冯玉祥不满意，把北平市长这一职位分配给了冯玉祥的部属何其拱。虽说北平市长现在是冯玉祥的人，但是北平的其他要职那都是阎锡山的人，再加上把北平包围起来的天津、河北也都是阎锡山的，最后北平市长变成了一个虚职，实际上统治北平的还是阎锡山。蒋介石的这一步棋成为了两个结拜兄弟日后产生嫌隙的导火索，蒋介石出尔反尔，违背诺言，摆明了是要跟冯玉祥划清界限。冯玉祥又怎么会看不明白呢？他对于蒋介石和阎锡山的勾结极为的愤怒，大呼蒋介石之不信不义。他没有料到自己的盟弟没有把自己亲手打下的地盘交给自己，而是转手送给了别人。北伐结束后，冯玉祥以最大的代价完成了北伐，希望得到的东西却没有得到，蒋介石却以国民党的名义做了全国领导。冯玉祥答应北伐是为了实现统一，而蒋介石却是为了谋取一己私利。由于两人政治理念上存在天壤之别，由合作转为分裂，仿佛是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的。而让冯玉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这个与自己拜了把子的盟弟就会把枪口对准自己。即便没有拿到平津地盘，冯玉祥依然是受人瞩目的军事集团首领，不能小觑。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已经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统一，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军总司令官，为了确立个人独裁统治的局面，把目标瞄准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准备实施他的削藩策略。北伐一结束，蒋介石就要求冯玉祥及阎锡山、李宗仁一起到南京开个边遣会会议。说是边遣会，实际上蒋介石是要裁军。按照这个方案，冯玉祥的军队被裁减的最多了，蒋介石领导的中央军却是有增无减，可以极大的削减冯玉祥的兵力。冯玉祥本来还想不计前嫌同蒋介石合作，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保持自己的实力，在南京政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蒋介石在边遣会期间的表演让他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在参加了第一次会议以后，之后的会议冯玉祥就再也没有出席。1929年2月5日，冯玉祥以养病为借口请假离开了南京。这时距离两个人结拜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蒋冯兄弟此次的分别告别了他们彼此间的合作，尽管脸皮还没有公开撕破，但是裂痕却已经无法弥合，而且越裂越深。蒋介石、削藩的决心已定，既然裁兵不成，那就断你的军粮。蒋介石在南京靠着江浙上海是有收入的，他带的军队官兵军饷都是现洋，而冯玉祥率领的西北军虽然是北伐战场上的主力军，能征善战，但他们大多来自大西北，那是个穷地方，装备差，供给不足。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官兵吃的是罐头，装备齐全，而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官兵连高粱米、盐煮黄豆都吃不饱，装备也是参差不齐。当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在一起的时候，这种极为强烈的反差严重影响了冯玉祥军队官兵的情绪。冯玉祥后来在他的回忆录《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当中记述了这段经历。我给蒋介石打电话要饷，按理说他应当负责任，想不到蒋介石回我的电报说，第二集团军的官兵规矩好，训练好，知道爱国爱人民，一年半载不关饷也不要紧。蒋介石把钱都给了他的官兵，我带的军队蒋就一文不放。我拿电报给我的将领看了看，个个都摇头叹息说，这是什么话。冯玉祥在部队里是出了名的爱兵如子，自己的士兵跟随自己常年过苦日子，如今北伐立了功，却还要受这种气，对蒋介石的怨气也就更深了。1929年5月7日，蒋介石突然发表和平统一为国民政府唯一之希望一文，公开为发兵讨冯，大造舆论。冯玉祥难以容忍蒋介石的步步紧逼，蒋冯战争也是箭在弦上。1929年5月19日，冯玉祥在陕西华阴召开了军事会议，他公开批评了蒋介石的四大罪状，表示对蒋介石不得不兴兵讨伐，断粮还只是他对付冯玉祥的前奏而已，他早就准备好要跟冯玉祥打这一仗了。蒋介石又下了一步棋，这一步棋就像是断了冯玉祥的手。5月22日，冯玉祥的部下韩复榘、石友三突然在洛阳通电拥护中央，盼冯投蒋。原来蒋介石暗中挖走了冯玉祥身边的两员心腹大将，韩复榘、石友三号称是冯玉祥的十三太保之首，是冯玉祥最嫡系的骨干。韩复榘是第一大太保，驻军山东，号称冯军40万，韩复榘就有10万。那么韩复榘、石友三一倒戈，冯玉祥等于是自己的两只拳头其中一个已经没有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属下背叛自己投靠敌人？原来一方面，冯玉祥一向以封建家长式的方式治军，对部下缺乏尊重，甚至有时还会又打又骂，不留一点情面。渐渐的，部下对冯玉祥的这种管束越来越不满。蒋介石召见韩复榘时却对他称赞有加，以礼相待，一口一个想方兄，这让韩复榘受宠若惊，对蒋介石产生了亲切之感。再加上韩复榘也是个见利忘义之辈，冯玉祥的军队一向吃穿节俭，蒋介石仅仅用钱和美女就把韩复榘收买了。倒在蒋介石银弹之下的韩复榘当然愿意离开偏远的山区，投向南京城灯红酒绿之中。他还说服了石友三、
冯玉祥、马洪奎等几位高级将领一起投靠蒋介石，三个人带走了十余万精兵，占了冯玉祥兵力的三分之一。 韩石倒戈投降，冯玉祥得到这一消息后，感觉如同晴天霹雳，他面色苍白，精神颓废。冯玉祥瘫坐在椅子上，失望地说：“如此一来，整个的反蒋计划都全盘的完了。”冯玉祥痛心到无以复加，他把自己锁在屋子里，日夜哭泣，有时他甚至会咒骂自己。 抽自己嘴巴，这个事情不仅对冯玉祥的精神造成了很大的打击，而且他的威信也大受影响。这是冯玉祥自带兵以来遭遇到的最大的一次危机，团结破裂，军心动摇，而且全军对于他个人的忠诚度也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虽然还有其他将领跟随在冯玉祥左右。 但是面对自己苦心经营的西北军，冯玉祥的自信心已经大不如从前，而且面对着重重的压力，冯玉祥已经失去了迎战的决心。对于反蒋计划，他也感到今非昔比，困难重重。1929年5月23日，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会决议。 革除冯玉祥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接着，南京政府又下令查办冯玉祥，蒋介石发表告西北将士文，给冯玉祥加上了勾结苏俄、叛党叛国等等罪名。5月25日，南京政府明令讨伐冯玉祥。冯玉祥眼看着蒋介石已经把削藩的枪口指向了自己。 他先是布置第二集团军反蒋，于10月10日拉拢了当时同样跟蒋介石决裂的阎锡山通电讨蒋，次年又会合了李宗仁，三大军阀联合通电反蒋，掀起了1930年著名的军阀混战——中原大战，最终结拜刚刚才一年的冯蒋二人在战场上兵戎相见。 1930年5月，蒋阎冯桂大战拉开帷幕。中原大战历时7个多月，战线绵延数千里，受战争影响的地区达10多个省。这是一场酝酿和准备了一年多的军阀混战，是一场没有正义可言，完全是为了争夺统治权力的战争。这场战争最终是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终的。 这场大战本是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三大军阀联合讨伐蒋介石，却怎么让蒋介石给赢了呢？原来，虽然冯玉祥与阎锡山都有心反蒋，但看似是强强联手，两个人实际上之前有过很大的嫌隙，两个人是貌合神离，各怀心思。 也就是说，冯玉祥只会打仗，对政治完全外行。他只懂战术，不懂战略；而阎锡山则活像一个前铺的老板，只会算小账，不能成大事。联盟反蒋纵然在军事上可行，在政治上也没有什么办法。再加上。 盘踞东北的张学良在1930年9月18日突然通电拥蒋讨冯，率军进入关内，这也让本就不占优势的反蒋同盟军迅速战败了。几个大军阀你争我夺，闹得不可开交，最后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被蒋介石玩于掌心。 败局已定的冯玉祥于10月23日痛电下野，而他惨淡经营历时20余年的西北军也是完全瓦解崩溃。
中原大战后的冯玉祥移居泰山脚下，过着失意苦闷的隐居生活。蒋介石的这位宦张大哥成了这场内战最大的输家，兄弟二人彻底决裂。冯玉祥逢人便说：“我可认识蒋某人了，我们死人，别人做官，真不是东西。”突然有一天，也就是冯玉祥隐居泰山的一年之后，他收到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正是蒋介石发来的，而正是这封耐人寻味的电报，开启了两个人关系的新阶段。当初是蒋介石把冯玉祥打垮的，如今为什么又突然主动联系冯玉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封电报。电文的一开始便以兄弟相称，说道：“宦张大哥，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举行在即，党国要计均在商讨，甚盼大驾早日会立首都，共商一切。”冯玉祥这次怎么能轻易就上了蒋介石的当呢？他没有回这封电报。正当冯玉祥犹豫之际，蒋介石又发来一封。在这封电报中，他说道：“一切请以国事为重，请大家到南京赶紧商议救国大计。倘于国事有利，我随时准备下野。”句句言辞恳切，盛情相邀。蒋介石此番不惜以下野为代价，那么他究竟是为了什么国事呢？原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对日本的武装入侵义愤填膺，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这个陈词滥调已经无法说服民众。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政策，反而把精力都放在剿共之上。随着抗日局势越来越严峻，越来越处于孤立的蒋介石这才想起了曾经的老大哥。蒋介石再三拍电报邀请冯玉祥出山，在拍电报的同时，他还派孔祥熙也去请冯玉祥，而冯玉祥和蒋介石的态度截然不同，他坚决支持抗日，反对剿共。早前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冯玉祥听说此事，态度鲜明地支持积极抗日的共产党，甚至秘密礼送共产党人出境。后来在泰山中隐居的冯玉祥也格外关注外面抗日局势的发展。九一八事变突起，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而冯玉祥却带兵前往察哈尔扛起抗日大旗，担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总司令，带领军队积极响应抗日号召。冯玉祥虽然心里头对蒋介石这个人还有怀疑，但想到抗日急迫，认为蒋介石这一次是有诚意的，他还是决定前往南京赴会。他回了一封电报表示：“我们一定要抗日，以往的事可以不究。”1931年12月26日的晚上，在孔祥熙家里的宴会上，蒋介石与冯玉祥见面了。这是两个拜把子的兄弟反目成仇之后的第一次见面。一见面，蒋介石赶紧就上前握住了冯玉祥的手，情真意切地说：“过去都是兄弟我的错，我的错。你看看，把国家搞到这个地步，但是作为兄长，你也有不对的地方。你太客气了，没有当面指出我的过错。现在国难当头，我们必须精诚合作才能挽救危亡。我希望兄长随时指教，不要再客气了。”也许是蒋介石当时的话打动了冯玉祥，
冯玉祥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觉得蒋介石似有真悔之意，可以与之合作如初。显然这次冯玉祥是被他这个弟弟给说动了。随着两人在抗日战场上的合作，两个人的关系也趋向缓和。1935年11月初，冯玉祥乘专车前往南京，与蒋介石就抗战一事细谈。出于对冯玉祥的尊重，蒋介石还特意的把自己在中山陵的官邸让了出来，借给冯玉祥居住。在冯玉祥待在南京的这一个月中，他和蒋介石是朝夕相处。蒋介石态度谦卑，事事都要向焕章大哥请教，而冯玉祥的每一个建议，蒋介石都是诺诺应允。不久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冯玉祥坚定地选择全力拥护蒋介石，并受邀到南京就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接下来的几年里，虽然有很多人想拉拢冯玉祥，但冯玉祥始终坚持一条，谁抗日谁就是我的朋友，谁不抗日谁就是我的敌人。由于蒋介石对于抗日的态度经常动摇，两个兄弟的关系也是时好时坏。但为了抗日大局，这位被坑了多次的焕章大哥，他再一次的救了自己的中正帝。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冯玉祥得知蒋介石被软禁的消息，堂堂一个七尺男儿竟然大哭了一场。他擦干眼泪，马上派其高级幕僚邓长耀与当天北上。当晚8时，冯玉祥在其办公室邀请李烈钧、张继及原西北将领张之江和石敬瑭等人商讨急救办法。晚上10点钟，冯玉祥开完了对策讨论会，他坐在桌前给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发了一封电报。冯玉祥所写的电报很长，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如虑事已至此，挽回不易，或有反复，于师兄有何不利，则祥可完全担保；若由难释然，祥当约同知交多人留居贵处，以为释回借功之保证。冯玉祥的意思是说，张学良、杨虎城二位，请求你们释放蒋介石，如果你们觉得不放心的话，我冯玉祥愿意去西安代替蒋介石做人质。后来蒋介石终于同意要坚决抗日，这才得以回到南京。当飞机抵达南京时，冯玉祥亲自去飞机场迎接蒋介石。看到面黄肌瘦的中正帝，在人群中的冯玉祥终于放下心来。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可是谁又能想得到，同样是在飞机场，冯玉祥在1946年前往美国，亲朋好友、国民党高级将领到场相送，却独独没有看到蒋介石的影子。原来冯玉祥虽然在抗日方面一直都支持蒋介石，但其实这始终是表面上的和谐，实际上两个人互相看不惯，互相提防。日子久了，冯玉祥越来越看出了蒋介石的伪善面孔，还有独裁专制。有一次，冯玉祥为反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战及其统治下的黑暗，特地精心讽刺了一番。冯玉祥在白天举着一只大灯笼走进了蒋介石的办公室，蒋介石看着觉得很奇怪，就问冯玉祥，大白天你打个灯笼干什么？冯玉祥把灯笼举到蒋介石面前，回答说，你的身边一片黑暗，不点灯笼你什么也看不见呢。
冯玉祥常常会私下里发牢骚，蒋介石是不会听我的，到时候他会用各种卑劣的手段对付我。抗日战争胜利后，本应迎来的和平却因蒋介石挑起全国内战而彻底决裂。冯玉祥联合国民党民主派进行反蒋活动，希望能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而他眼看实现国家统一的理想越来越难实现，心里无奈又失望，冯玉祥提出赴美考察水利，希望在美国舆论界继续宣传反蒋言论，以停止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此时蒋介石也正想把冯玉祥放逐海外，便顺水推舟地给了他一个水利特使的头衔，让他尽早离开中国。同时未经征得冯玉祥的同意，蒋介石按照抗战后颁发的复员令给冯玉祥办了退役手续，迫使他离开军界。从此结束了冯玉祥50多年的军事生涯。身在美国的冯玉祥在太平洋彼岸与蒋介石又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斗争，他在美国到处发表演讲，举起了反蒋的旗帜。1947年5月26日，冯玉祥在旧金山《世界日报》上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发动青年人共同反对内战，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1947年11月15日，他又发表了《我为什么与蒋决裂》一文，对蒋介石的种种罪行做了言辞激烈的揭露。冯玉祥此举也宣告了与蒋介石的彻底决裂。就这样，一对结拜的兄弟始终都没有停止彼此间的争斗，直到1948年9月5日，苏联新闻界突然对外宣布，冯玉祥还有他的小女儿小达因为船只失火遇难。冯玉祥的死至今都是个未解之谜，官方报道称是意外，是由于放电影时胶片着火引燃了船体，最终冯玉祥是窒息而亡。但是也有传言说船舱失火是由于烈性炸药爆炸所导致的。时过境迁，冯玉祥真正的死因现在已经无从定论。总之，冯玉祥的遇难为他和蒋介石两个人之间20年来的恩恩怨怨画上了一个句点。汪精卫曾是怀揣革命理想的热血青年，陈璧君曾是衣食无忧的千金小姐，是什么样的机遇让他们相遇？为何一场婚礼后迅速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婚后的生活是平静的，直到1925年，这种宁静被打破了。中华民族举国上下奋起抗日的时候，为何汪精卫却唱起反调，公开叛国？汪精卫和陈璧君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记在了日本人的身上。汪精卫从爱国青年到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汉奸，在这巨大转变背后，妻子陈璧君又起到怎样的作用？汪精卫和陈璧君无不显露出他们对权势的留恋。最终成立傀儡政府，祸国殃民，汪精卫为何执迷不悟？是利益驱使还是另有隐情？档案为您揭秘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的汉奸之路。